时代要先说我，然后我看到我认识的那位姐妹站上去当指挥，只是开心的说啊，又看到有一个学生，单纯的这样想。可是当音乐下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眼泪就不听使唤，就已经包在眼睛里，然后一直告诉自己，哎，不能哭啊，你坐第一排，大家都在看。第一次唱韩文的，第二次中文出现，韩国妇女唱中文，难道是我叫的吗？不是啊，因为神知道我需要这首歌，知道吗？在那个当下，在那个当下，真的是眼泪鼻涕都喷了。也许坐在旁边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但他们知道，他们不知道我的心路历程其实是非常非常的，因为。我真需要这首歌。那时候还在靠吃药睡觉，靠吃药睡觉。可是神让我听到这句话，而且在国外听到中文版，真的，真的那个当下就是哭哭哭，因为神多爱我，我知道。那讲到这个，我还要特别。我去韩国下飞机第一件事情，我发现我没有带药，我什么都带了。哎，我老公说他租了一个房子，他租了一个房子，然后有个小小厨房可以给我使用，因为他知道我喜欢自己煮自己吃，他就说有个小小厨房，所以厨房里面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能扛的能搬的我都搬了，我整个行李都是那个，结果不要了。我下飞机那一刹那，在出关那一刹那，我就说：“主啊，我怎么办？我要睡觉的药没有带，然后我不就一个月再回去变那个魔鬼那个脸吗？那个青脸吗？”我说怎么办？真是感谢主哈，真的感谢主到极点。我在韩国睡死了，都不用药，一颗药都没有吃，睡到早上，我女儿还来咬我。妈妈肚子饿了，快点起来！我感谢主哦，我在那个月都没有吃药。不是神的恩典是什么？因为要告诉我，你的病要来韩国治啊！你我就是要告诉你来韩国，我要告诉你神的爱在哪里啊！哦，那时候真的，我不知道怎么去说那种感觉。看到听到这首歌，真的只有，所以我以后听到这首歌还是喷泪。因为神没有试探，神没有引诱，这些东西我都经历过。可是神告诉我，我的恩典够你用，也难过了。就是这样，好，一路走过来，走过来。好，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小天使的故事，对不对？然后刚刚有人跟我说，我们就听到过。对，其实坦白讲，这首歌不好唱，因为这首歌非常非常的高音。那我。很努力的找了一个版本，可是它只有 CD 档，国外的哦，阿丁，国外的哦，然后我想办法秀歌词给你们看。Oh
生。